模仿节目当道，但是我们若回顾台湾电视的发展，十多年前可是很流行把社会重大刑事案件翻拍成情剧的情境的社会剧哦，像是变色龙还有玫瑰同龄演。那么在这里面总是饰演刑警的李组长，其实本名叫做李凤新，这几年改行卖起便当了。最近意外被网友发现，天天都有人慕名前来。那么在电视里头呢，李组长只要皱起眉头就是案情不单纯，如今卖便当皱起眉头代表排骨没有炸熟。组长，怎么很不合作？是啊，他说没有看到律师，什么都不肯讲。哦，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就是这句经典旁白，李组长成为全台最红的警官。不过李组长现在不办案，改行卖便当。来，客官吃饭了，有什么当然都有，有鸡腿饭、排骨饭、扣肉饭。其实拍戏的时间很长，比我现在工作的时间还长，但是觉得还戏剧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就不会觉得累。李凤新在一系列熟悉的电视影集中饰演刑警李组长，严肃的办案形象还让人以为他的本行就是警官。实际上他是退休军官，40岁才踏进演艺圈，也因为李组长一脚尝到走红滋味。是来到这边之后被网友发觉，在网络上一铺之后，哇，他们来我还知道说，原来这个李组长在这个网络上有这么多的年轻朋友族群喜欢这个节目。正义刑警的角色给人深刻印象，虽然现在洗米煮菜包便当，自己下厨房，从戏剧主角变成便当店的老板，李凤新仍忠于现在的工作。不过他不放弃戏剧梦想，等待有一天重回最爱的荧光幕。中央新闻张丽玲、谢凯轩台北采访报道。